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，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出镜了，今天呢露个面。今天发布的播比较多，但是呢我主要想说个火锅，这个是口径32公分的。我这个火锅呢跟市面上的火锅不一样，就是潘砂的火锅比较厚，这底下的炉齿是铁的，这种比较结实耐用。这两个火锅呢是一个是32的，一个是40的，是发到南京的。32公分的火锅里边使用人数是7到8个人用的话可以，40公分的火锅这个里边可以煮20斤肉，15个人以上用的话可以，你拿进去看一下里面，是吧？打包好以后呢就是这个效果啊，炉齿是这样的，特别结实耐用。火锅的话里边送的是汤勺，然后送的是底盘，在上面送的是烟筒，三样东西都是送的。另外呢这个烧烤盘，这个烤盘的重量是6斤多，这是特别厚的。这个烤盘的下单的话送的是夹子，送的是一个刷子啊，都是打了包邮发货的，你就小黄车里边下单就行。现在呢我们就发货了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啊，再见。